节拍的。哦、杨老师、钟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再稍等一会儿。他姥姥现在给他做思想工作呢。你说这是何苦呢？这么为难孩子。就是啊，我发现齐老师这人也真够固执的。刚开始啊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这齐老师啊，也有他的用意。他呢是想突破婷婷心理这一关，也是用心良苦。哎，就再怎么也不能不顾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呀。嗯，再多给一次机会喽。真就最后一次机会了，魏老师。行行行，我跟他们说好了，就这一次啊。嗯。婷婷，勇敢一些，老师们都在等着你了，进去吧。嗯，听姥姥话，只要你心情放松，没有问题的。姥姥，我想回家。咱们唱完了，咱们就回家，好不好？我唱不好。唱不好没有关系，没有通过也没有关系，但如果什么事情我们不去试一试的话就放弃，那才不好呢。姥姥答应你，你唱完了我带你去见爸爸。爸爸知道你今天这么勇敢，他会很高兴的。没通过爸爸也会高兴吗？高兴，爸爸喜欢的就是一个勇敢的婷婷。嗯，是不是结束了？还没开始呢。婷婷啊，听妈妈说，你要是不愿意啊，我们就不参加好吗？你添什么乱呢你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唱什么呀？同一首歌。手拉手，相守。
为你感到骄傲。谢谢妈。应该的。